哒哒哒哒，嗡嗡。想了又想，猜了又猜。Hello， 谢谢百靠梅花。对啊，我刚刚拍完，谢谢空有伴儿的梅花，谢谢有趣的灵魂，来之不易的兔兔，谢谢薛墨提醒，这是什么提醒？谢谢黄瓜文章的兔兔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刚拍完那个视频。早上好，对，现在已经过了零点了。哇，谢谢 Double 的用爱发电。哦，有了一个题。一轮明月照窗前，打一礼貌用语。啊，这个怎么打？你们能看见我吗？一轮明月照窗前，这是正，选项是光临射下和正大光明。光临射下和正大光明。现在这个题在挡住我的，我想想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要我自己回答。就一轮明月照窗前，打一礼貌用语。那撞光临射下，光临射下吧。对，光临射下，一下没有脑子。哦哦，对，打好了。哇哦，这个是这么玩？原来这个你们是看不见的，我以为直播的时候是你们能看见，然后我们可以。哦，谢谢有趣的灵魂，来之不易的兔兔。谢谢白日兔兔的兔兔啊，白日重生的兔兔。谢谢上海边伯贤十月小号版的气球小熊。啊，你们看不到题，就是我们是可以那个什么的。啊，谢谢上海边伯贤，谢谢上海边伯贤的用爱发电，这个叫什么梨花灯。看这个题叫“却叫明月送将来”，却叫明月送将来，打一个字，花和脚。这个题花和脚，我好像见过这个题吧？却叫明月送将来，送过来的话，那就是脚吧？哎，我答对了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一个题吗？外圆正割垂直线，积分开方斜角边。应该是中秋吧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是应该是中秋吧。谢谢 A 层的仙女飘带，可能应该是答对了。三天。是什么？什么又是三天？是这个题目吗？谢谢一个 five 的兔兔，谢谢 only 雨的兔兔。对，这个现在是在教室。进场是三天。哦。谢谢比克洛夫斯基的兔兔，哈登可以抽奖。对，我刚刚看到了有三个那个题，谢谢小灰灰的灯与蝶。哦，是你们抽的那个不叫抽永久的吗？还是说只抽三天？这是什么呀？是这个规则吗？这规则变成三天还是？这个三天，三天是什么？就是是什么是三天的？是，我有点没看懂，三天什么是三天？谢谢 Happy 蝉的兔兔，谢谢丫丫的兔兔。啊，都是三天，啊不是气泡、图像框，还有各种东西都是三天，不是永久的东西。啊，夜蝶会很飞，然后只能用三天，然后。
进场特效只能生效3天。哦，谢谢什么九什么，哦，小手小八小手小手03的兔兔，谢谢 Double 的夜蝶，这个是能干什么？这个也有题吗？你还以为发电是必中永久啊？所以说是不管大家送什么，它都是3天是吗？抽什么东西啊？是就是头像框还是什么？单人能充永久？什么有这个什么永久的这个啊？那就是说这一次活动没有永久的东西啊，是吧？确实有点啊，是抽鸡腿，你只能这3天，3天的是进场特效个别。一个聚集2万鸡腿才会触发灯谜啊！那我刚刚好像每一个都有灯谜，有啊，抽不到。应该是就是意思是说这一次，懂了，就是说礼物的话送其他的可能就会抽不到什么。就说你们送任何一个礼物都有可能有灯谜，但是就是要看飞不飞，是这个意思。谢谢赤原猎犬兔兔，还不知道在哪里抽，应该在那个什么，在我们旁边有个中秋活动那边吧，可以在那里抽。哎，怎么还有一个情侣名字？佛山。抽到的都是3天，全都是3天。好吧。啊，对，在首页你可以抽好。这个活动搞得蛮复杂的，我到现在就只看懂什么3天这个。晚上好，今天对，今天录的这个视频也很那个什么，因为我这边破了，这个痘痘它今天流血了，我这要疯了，真的要。我那会儿一摘口罩，我的妈呀，口罩上有血，我都震惊了。但这个活动确实挺难的。啊，确实。哦，谢谢 Dable 给王瑞琪升起了一盏花灯。我读出来了，刚刚就挡住了。谢谢 Dable 的用爱发电，是什么？夜夜看落花，打一礼貌用语。爷爷看落花，打一礼貌用语。爷爷多谢啊，是多谢吗？那不是你好，为什么他是多谢啊？为什么是多谢啊？为啥？因为他是爷爷嘛，你要谢谢爷爷，谢谢酷的兔兔，多谢，因为花谢啊，谢谢齁米米的兔兔，谢谢向阳花努力种太阳的秋天奶茶，谢谢伊藤的兔兔，是要砍什么东西？是你们现在也可以抽到吗？谢谢7杯3分糖4级奶昔的兔兔。我刚刚录了一个视频，但是我还不能告诉你们是什么。就是，谢谢上海边伯贤10月小号版给王玉琪升起的一盏花灯。哎，全体什么意思啊？谢谢上海边伯贤送给我的，叫猫不抓鼠，像熊爱吃竹。打一动物名。什么叫猫不抓鼠，像熊爱吃，就是熊猫吧，对吧？啊，对了，哎，还有一个，突然，哎，等等，现在有一个全体，这是全体的题吗？脚儿小，腿儿高，戴红帽，穿白袍，戴红帽，丹顶鹤，答对了。谢谢快乐 emo 的兔兔，好有那个什么的，好有反义词的。谢谢皮卡丘的小卷毛的兔兔，谢谢藤井树不睡觉的兔兔，谢谢齁米米的秋天奶茶，谢谢不将就的兔兔，谢谢，哎呀滑上去了，谢谢大梦想家的兔兔，谢谢不将就的兔兔，谢谢我又可以拉的兔兔，谢谢嘎嘎嘎的大可宝藏的兔兔。
收了一颗大王一起上。什么？为什么我房间要被礼物冲了？是大家要抽奖的，对吗？就是谢谢九六的兔兔，谢谢昭通废铁的秋天奶茶。啊，是会这样的吗？大家要合砍16万，我们是什么？戴多多吗？我们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合砍？谢谢阿宇的仙女飘带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就是要砍？谢谢佛山朴灿烈的兔兔，谢谢兔奇的兔兔。啊，是吗？就是说大家一起合砍了，然后就是一起砍了可以抽哦。谢谢 Devil 的兔兔，谢谢优越20的兔兔，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昔的兔兔。已经到了，已经砍好了，就是说大家已经那个拼单成功了，是吗？开始了，就是在我的房间，对吗？就是他们不点开我的直播，然后在我的房间里面，在那边兔兔，然后在那边拼兔兔。啊，第一个拼成功了，拼单成功能怎么样？就是大家一起那个什么吗？啊，抽奖，有什么奖啊？哎呦，我嘴上起皮了。能抽什么东西啊？谢谢金湖的兔兔，谢谢江琼宇最喜欢你的兔兔，谢谢刘宪你最喜欢你的兔兔，谢谢47 nor兔兔，有鸡腿，有图样框、发样框啊！但是这个是不是只有三天？是这个只有三天的，对吗？那大家如果谢谢坐看云起的兔兔，谢谢黄瓜文章的兔兔，哦，就这个是三天，谢谢 ASS 的兔兔，都只有三天。好嘛，抠门儿啊！哦不，不是哪个什么呀？那个，等一下，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手机吓掉了，等一下，啥也没说呀，就是我说的是我这个手机啊，我手机，我说我自己，我这个手机就是。最近有点坏了，但我却舍不得修。我说我自己抠门儿啊，对。为啥只有三天呢？我不理解。大家这个活动，这三天，对，就是有点稍微有点尴尬。我刚刚就抠了一下那个门。全体的意思就是大家全体，就是刚刚我们有一个全体，然后就是，谢谢糯米糍冰淇淋的仙女飘带，谢谢信天良的兔兔，谢谢。什么东西？PYY PY 的兔兔，抽到的全是三天，能永久吗？那有什么永久的办法吗？请问，永久的办法有吗？就是有没有这种例子啊？就抽到一个148的鸡腿的礼物，优遇无归，拼运气。二看门口一直抽，这个就是看运气的呀。那所以说，现在有没有抽到永久的呀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率，抽到奶茶。那我呢？就是我哦，我应该我不参与的话，就是那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我觉得我最近运气还是比较好的，就是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那个开盲盒，最近开到的都是，就是当时自己想了要开什么，结果就真的开了。我答题啥也没有，我答对了呀，那什么也没有。我等中秋的月饼，20000才永久，还带10连保底。谢谢赤橙红橙的兔兔，但是宝，你答题啥也没有。我得到了智慧，但我答错了，你们什么也没有，对吧？所以说我答对了还是有用的，对吧？就是说我，是的吧？是这样的吧？我祝福你抽到这个金卡，晚上好，对吧？我如果答错了，你们什么也没有，但是我答对了，我什么，你们就是可以有这个，对吧？谢谢 G2 的 Nico 本人的兔兔。所以说我不可能答错的，
答错了，大家什么也没有。等月饼平分，那是什么时候？有什么时候月饼？那不会的，还好他这个答题的时候都是可以直播，就是能听到的，你们应该就会可以听得到我说话，就是能告诉我答案。21号才有月饼，那就是说21号那一天是要在直播里，对吗？就是才能那个睡觉了。我一会儿还得去排练呢，今天还得去排练呢。对，要吃要吃的，月饼还是限量。哎呦，抠门儿啊！哎呀，我太抠门儿了，我都不想换个手机。抠门儿啊，抠门儿啊！21号我会吃成个胖子。我又不是吃真的月饼。对，我们今天11点左右吧，我们早上中午那会儿出发，然后就待到应该要排蛮久的，所以说我一会儿还要去练那个什么 unit 跟大哥啥的。哦，好的，我会记得吃的，不会吃成胖子。但我感觉最近真的有点胖了。谢谢爆笑的秋天奶茶。拍啥了？咋看我没化妆？就是你们到时候会知道的。就是，但其实我这边破了，我也化不了那个底妆。谢谢爆笑的兔兔。又熬夜了吗？应该不会熬到太晚吧，但确实得去排练一下。这个月饼是不是画饼？你是在说 rap 吗？我们什么时候画过饼？我们的这些饼，谢谢爆笑的仙女飘带。对呀，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大哥们一起学嘛，然后就没有完全练熟，一会儿可能再播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要去了。unit 太多也不是件好事儿啊，哎，也不是说不是件好事儿，就应该白天练，但是白天就刚好没有时间。谢谢皮卡丘丘丘丘，绝对 math 的99个大山。哎呀，而且今天抽签的时候我也震惊了，其实我就在想我的这个出场顺序就随缘吧，结果没有想到随缘随了个第一，好嘛，正数第一跟倒数第一。我的刘海，正数第一跟倒数第一，没有想到，哦，我又看到这个橙色大山。对，然后我的，中间第二个那个节目，因为我不是三个嘛，然后第二个节目在中间一段部分，然后我就怕我其中一个跳完了之后，又赶紧紧接着跳下一个，我动作都要跳串了。对，你说这个运气就蛮好的，因为就是小五花了6块钱在那个软件上面，抽签软件上啊，没有想到这个软件都在，就是啊，你看让我有头有尾的是吧？睡醒了看到我在直播，对啊，我居然在直播，因为我这个今天本来就要录个视频，结束就要直播，没有想到我录完视频这么晚了。串烧，突然串烧，谢谢田小伟的气球小熊，谢谢小手零三的秋天奶茶，谢谢三队的兔兔。对，今天头发比较柔顺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来看第一个，然后看最后一个，不知道的以为上了个全场，这是什么 MVP 公演吗？20号有我的握手吗？有啊，也就是说19号看见我之后，20号能看见我。我20号一定要穿我今天买的这个裙子，就是我本来今天只打算买中秋要用的东西的，结果我看到一个裙子，我站不住脚了，就是已经走不动道了，就是觉得我对它一见钟情。我要是不买它，我真的会后悔。然后我心想，虽然说钱是自己赚的。但也还是要自己花嘛。他只是就像是那会儿房间里面有人说，
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的身上而已，然后我就买吧，然后就买了。没有，是觉得因为这种就这是这种裙子之类的嘛，我是真的就是不怎么买那种小裙子，因为那种小裙子确实有点那个啥。倒没有大几千这种啊，倒没有这种不，我是不会买的。那我不是，我是不会买的。就是我就是一眼见到就很喜欢。啊，是吗？我现在在练习室，你看这还有那个48的8，48的48。这时候的公演太快乐了。嗯，很多特殊公演，谢谢范公举的兔兔。对，就是这个演员。对了，就是当时一进到那家店里面，其实我本来只是想简单看看，结果一扫视，然后就晚上好，睡不着，那还是得睡，都1点半了。中秋切票那天加班忘记了切票。天呐，那你真的是错过了一个，哎呦，一个非常精彩的现场啊！不过没有关系，屏幕上其实也可以看的，看眉毛就知道。我眉毛已经长出来了，现在还不够明显吗？我眉毛现在多明显啊！只不过我今天这个光有点，稍微光有点强，你可能看不太清楚。晚上好，谢谢百靠的仙女飘带，会去看吗？怎么看啊？我这个。那个时候好像，哎，说起来我这个拔牙，想到拔牙，因为我22号要拔牙，然后我就想到，我拔牙到现在他都没有接我的电话，我想推迟，我已经打了2天电话，就是不接，难道我一定要在早上那种8、9点的时候打吗？但是，对呀，眼神很好，又要拔牙了，对呀，我要最后一颗牙齿。而且是要去手术室吧，就是做手术，然后他把我这上面这个地方切开，然后就不行，因为那个拔完牙，就是这种做完手术拔完牙的话，就要1到2到3天不能坐飞机，但我还是得坐飞机的，所以说我就决定推迟，牙什么时候可以？什么时候都可以拔，我打算就再说吧，我再往后推一推。对啊，拔完牙要继续戴牙套，哎呦天呐，结痂了，疼死我了！我今天戴着口罩呢，然后就磨破了，然后就流血了，因为伤口的那个线会崩开，就是会，你的伤口就会嘣，那种就很可怕了，就不能坐飞机。所以说，大家拔完牙，就尤其是正常的拔牙，你可以坐飞机。但是如果是那种要把牙龈切开的这种，就是不可以坐的，不然你的伤口就会崩开，会充血。对，因为有那个气压，然后你嘚儿，你的伤口然后就容易感染，然后你就会花更多的钱来治疗你的牙龈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。所以说最好这个阻生齿千万不要长，但是奈何我长了4颗，就很惨。我每一颗都是切开缝针去拆线，切开缝针去拆线，我的每一个牙龈都好难受，都在受罪。是吗？我觉得近视眼手术如果没有到那种高度近视的话，我就觉得还是别做了，因为做了这个不就是。好像还是会视力下降，就是如果自己那个不好好保护眼睛的话，是吗？我之前也以为我应该不会长智齿了，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拍了个片子发现我还是有，而且他默默无闻的长了4颗。对，描述确实很难受。后遗症啊，对，反正就是一定要好好护理。上面的也那么难打吗？对啊，我上面的也是阻生齿，也是，咔要切开，然后就不是拔出来，而且我这一颗嘛就是很难拔。你也长了4颗，不能等它疼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句话千万不要，你不能有这种侥幸心理。
我之前就是一直都从来没有疼过，但偶然的一次嘛，就是去忘了是体检什么来着，就是想的是给牙齿拍个片子吧，啊，好像是重新配牙套的时候就拍了个片子，然后从那个片子里发现我有4颗必须要拔的智齿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疼过，从来没有疼过。然后呢，所以说，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疼，我就以为我可能没有长智齿，我就非常庆幸。每次别人拔智齿的时候，我说："哼，我还没长智齿呢。"结果自己已经长了4颗了。所以就还是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。你可能觉得你没有，但是你要拍个片子，你可能有。我跟你讲，肯定会有的。你们难道？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智齿，或者是长得非常完美。对，然后给我拔牙的那个医生，我还问他，我说："医生，我拔完牙，这个左边脸会小吗？因为我左边脸比右边脸大。"然后医生说："你试试看吧。"然后好像也没什么区别，所以说大家拔牙也不会瘦脸，真的，就只会让你脸非常肿，肿完了之后就又回到原样。但反正智齿如果它不影响你别的牙齿的生长，你是可以不拔的。但是是我这种影响牙齿的，就还是得拔的，有害的。对，事实就是事实。拔牙那几天确实会瘦的，因为你有什么都不能吃。然后那段时间不能吃之后呢，能吃的时候就又疯狂的。可以吃了，就撒丫子开始说："哎呀，我忍了好久不能吃，现在终于能吃，是吧？哎呀，就很羡慕那种拔牙完了瘦很多的，但是还是会吃回去。拔牙对脸型有影响吗？没有吧，因为我也不是说要拔好几颗，感觉就只是拔一颗阻生齿，反正我是觉得脸型没有什么变化。"就还是该吃胖的时候就吃胖，然后，所以说我感觉是不会的。谢谢皮卡丘丘丘丘的99个大山，好尴尬。好尴尬呀！我觉得我要回去了，他们好像要用教室。我可能要去楼下的教室，我社恐，好尴尬，尴尬死我了，好尴尬，我社恐，我不能在这个教室待下去，有点害怕了，就是不管是熟人可能不怕，但是如果不是我认识的人，我就社恐症。我没有社牛症，尴尬，求求了，不要再有人经过了，不要再有人经过。哎，我嘴唇都被我抠红了。哎，但这个点就派我取外卖的，然后就。对呀，这种时候就在想，自己如果有那种，就是不管我在哪直播，都可以非常自在、非常的不怕那个。妈呀，我的手机要没电了！哇哦，你们刚说什么了？闪没了，我手机要关机嘞。在夸我啊，谢谢，你怎么在夸我呀？好无语，我这个话，谢谢 KL1XL 的仙女飘带，对，正好去那个什么，舞动一下青春，想早点去，早点回屋，对，然后充个电，把充电器拿到教室就可以了，没有，
拜拜，大家。我要去排练了，你们看看我的电量。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